那啥子事啊？哎哎哎，这不是一个神探，我跟坐的。哎，别说哦，在你屋里这里啊。哦哟哟哟。你连着那个叶龙出去。哎，哦哟哟。这哪弄的？哎，哎哟哟。我要跟你不客气的，我跟你别保护啊，我来跟你去讲讲。这是个包车的啥？放开，放开，放开。神探吧，神探吧，神探吧。来了，你开开门呐！你我开不半日子哇，那才是不开哇。陈汉吧，你跟猪头说的是张阿雕的阳台上去的。哦，跟猪头呀，这跟猪头前两天我刚刚嘛，上来上上子的个。前两天，你跟猪头说的张阿雕到屋里弄只电炉说翻脱子。我不记得哇。今朝么来？一根竹头云说出去，我张爹张麦子啊说他在。哎呦呦，那么难办的来的。啥子人啊？你是上海社区上海忙回来看我。哎呦，来的，你上社区来两句，还是去组织发发三金在水上过菜，我真的不好意思的嘞。妈的，你在哪上事去啊？还是少年？那谢万元在那过来寻我，不想了，谢叔的车子看了一看。今在来上接银块粉吃啥东西去？本上也来不是一只，你嘛跟我来厦门自己走走，这一带灯还是黑光啊黑光。我也不黑光，我是睡房租。你睡啥房租呀？房子租脱了。你租脱侬个房子呀？这是十八啦。十八。啊，侬哩呢？哥几个？这个月，上个月，上上个月，上上个月的房租一共6800，这个月再不还，全部给我滚蛋！哥们最近不是手头紧吗？下个月给你补上。别墨迹，赶紧出牌。一对二。老娘就不是哈总哥吧啊！最近也不是啊。Thank you.
现在。我来了，姐姐么？你有什么好讲？哎，这话就是来几分钟的事体嘞。奶奶，你原来进来困了，我不知道我里向到底几分钟这个垃圾，可是嘛，你我呗。来这也照样是，俺们正着里向呀，这边也干着里向。哎，那么叫你带来垃圾，再让去看看。哎，搿么把奶奶带来垃圾看看，你到底来了哪来吧？那根据规定，你们还准着的啊？我也不准着，我做不县级熊呀。县级熊准着出事体，你还也负责的。啊？那里这个谁懂你？不过居民的安全。哎呀，从今天开始，马上都是准着不你。根本我去上个饭店那边了，我没饭店收入啊。不买的啦，那边讲，今日我到来拿房子睡觉，弄弄清爽，彻底改变的。过两天告诉中介公司的马郎下，到来做大家调理，你看嘛。这样啊。这不是一个故事。这是我们的生活，家长里短如是这般，每天都在上演。多姿多彩的社区生活，还有很多如老唐这样默默无闻的老娘舅。走了。